地平安啊，一定要人心调和。人心不调和啊，大地难平安呐、啊。看到了瓷器人呐、啊，都很用心，在我们的四大事业体，人人呐、啊，不只是所在岗位啊，如何能让爱的能量普及全球？那医疗的事业啊，如何扎根呐、啊？生根用爱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与爱，如何呢？来培植爱的力量，要更巩固啊，那才有人人呢付出这一份无限量的爱，来拔除苦难人。这两天台北慈济医院在我们板桥的菩萨道场啊，也在精进哦，跟慈济人听听慈济人的分享，了解更了解在医疗事业呢，跟慈济在大地爱的接轨哈，才会更能了解呀、啊。这都是现在的科技呀、啊，能让我们的距离缩短，让我们呢、啊、宏观天下能看得更远，了解的事更多。成语呀、啊，早上我不也这么说吗？佛陀他的智慧如海，是以这个宇宙呢接轨起来，他来看这一颗地球啊，宇宙中的智慧来看一颗地球，的确呢，那无事不通，那无法不解，所以呢，世间事啊，已经佛陀的智慧，从开头说法，人间苦啊，人间短暂啊，人间无常啊，人间苦空等等的苦相啊，在人间啊，开始呢，展开了。如何要来解开这种苦，唯有忍。但是呢，集中呢这个世间的灾祸，造成了人的伤与苦，也是忍。所以佛陀开始说法，要让我们人人能理解，让每一个人呐、啊，浪子归还呐、啊，这个迷途归还哈、哦，浪子回头。希望我们人人呢、啊，回归到了清净本性。一大早看到了新闻呢、啊，叙利亚用化学武器伤害民众，所以呢，联合国已经呢开始。大家出声音了，美国想要呢出兵去压哈，但是俄罗斯呢也出来提醒，不要再用武了，要用和谈的方式啊。今天呢已经看到了有了协议哈，希望能和平，限他到明年。一定要把它销毁掉，不要有这样化学武器存在，那大家呢和平相处。的确，叙利亚真的是
整个国家也是累累伤痕呐、啊，难民还是流窜在国外这样的生活，苦不堪呐、啊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人间的温馨啊，看到福建呐、啊，已经开始冬天快到了哦，已经呢需要。冬令发放，大家都已经启动了。看到福建慈济人，好像呢都是晚辈回家去探望长辈一样的，那样的亲哦，那样的疼惜哦。阿弥陀佛。所以呀、啊，大慈悲呀、啊。大爱心何必血肉亲缘呢、啊、看看这一群老人家看到慈济人、啊、那一份的亲、哦啊、那样的拥抱了、哦啊、这实在是这就是人间的温情啊，也就是佛法中的觉有情，真正的觉悟人生的苦难，觉悟呢在人生的因缘呐、啊，这种有缘的人，我们能走到他的家，接近到他的人。假如没有缘，你再有爱心呢，也是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他。也有福接近到了慈济人，慈济人跟他也有缘，才会接触到他，这样的因缘呐、啊，都是大家很珍惜。也看到了印尼呢，富中富人为贫人在付出，看到也不少企业家哦，他们呢。为了要发放呢，也都很用心力，用感恩尊重的心啊，付出他们的爱哦，帮了妇孺老人呐、啊，就去扛米呀、啊，要发米给他，要很轻柔的引导着他啊，好好的让他们呢有一个很尊严的哈、哦，那然后呢。给了米，怕他们扛不动，还要亲自为他们扛米啊！一肩扛着米，还可以一手牵着人哦，这样的温馨啊！Tanggapan warga terhadap bakti sosial ini cukup baik. Mereka bisa merasakan hangat ada bantuan dari perusahaan-perusahaan sekitarnya.Yang kita bisa merasakan itu adalah bahwa kita bisa bekerja membantu sesama manusia. 这实在呢，是我们人间应该要提倡的。人人这么的有爱，那么哪会有那样的暴力的行为，毁伤了社会？人的家庭呢，一定呢是一个美好的。互相平安生活，看看环保菩萨、啊、林居士啊，把整片的一万红哈、哦，那腾出了空间呢，来做环保啊。林居士呢，他还自己呢做这个环保站的哈、哦、站长哦，他把来的环保菩萨哈、哦。照顾得像家人一样啊，自己还身体力行呢，投入做。本来几年前，好几年前，他就已经呢有癌症，可是呢，他时间不空过，好多年都是这样度过来的哈、哦，他的也很令人佩服啊。出来做嘛，就像像你稳定运动啊，你用个营养我，本来用不掉啊。拢爱安尼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安尼忙啦，感觉较好过去啦。咱的心拢看伫即个环保站。总而言之，好事不难做，只要有心啊，
没有做不到的生命的毅力呢，就是因为心中有爱，自然那生命的韧力毅力呢就会很强。看到他呢用不掉啦，啊，这都一摊的啦，啊，若想要用得掉吼，拢了去啊啦。好在呢，他闲不住啊，分秒不空过，还是不断，真很感动哦。人间实在说来呢，还是很温馨呐、啊。希望我们多来人间，菩萨招生，爱的能量多发动。